梵蒂冈电台讯，教宗方济各3月16日上午接见了圣马力诺共和国的两位执政官贾恩卡洛·泰伦奇和圭里诺·扎诺蒂。圣座新闻室的公告指出，教宗和圣马力诺执政官在融洽的会谈中对圣座与该国现存的良好关系表示十分满意，强调了公家机关和教会在社会领域的积极合作。最后指出，圣座和圣马力诺在双边和国际社会上进行了裨益良多的合作。